拍拍手，荧幕里的昆虫就马上躲起来，体感互动，小朋友玩得超陶醉。巨大昆虫模型拟真又吸睛，爸爸妈妈一进场就忙着帮小朋友拍照留念。刚刚好就是趁着暑假开始，对啊，因为暑假好像是下礼拜，然后就怕人会太多。下个礼拜只要放暑假就会比较多人，对啊，就是趁就是有空闲就赶快过来。就怕暑假人太多，展场被挤爆，趁着最后一个周末，全家大小出动看展间避暑。